欢迎各位再次收看《虎扑汽车》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，这是我们的1226集的节目。在节目开始以前呢，我还是要小小的抱怨一下啊。我做变形金刚玩具的开箱，有开台以来，从来没有说呢要你付钱才能够看到变形金刚玩具的开箱。只要是变形金刚的玩具呢，一直都是免费提供给大家做一个收看。那目前我的频道呢是有所谓的收费制，那什么样的情况下会收费呢？就是你要看我的电子写真的作品、拍摄作品啊，不光是 cosplay，不光是大尺度的照片，还有其他类型，只是有没有开放出来给大家做宣传而已。这个部分的话呢，是属于我个人的创作，我收钱没有问题吧？而且你没兴趣就不要看就好了。那另外的话呢，还有一些跟变形金刚玩具呢，并没有很直接关系，它不是讲玩具，它可能是其他我在这个圈子里头的一些我个人的八卦，或者是我个人一些黑历史。我想要跟一些比较好的朋友们做一个分享，那我会把它送给呢有买过我节目的人，就是你有付费收看我某些频道、某些节目、某些写真集的人，我把这个隐藏的这个小秘密呢分享给你。OK，这个呢你要么你就支持就付费，不然你就是 pass 过就好了啊。不要说呢这个，而且它跟变形金刚玩具也没有，它也不是讲玩具啊，应该跟你没有关系啊。因为上一集的这个 B 站上有一个家伙呢，我真的是非常的愤怒啊！他觉得他现在就栽赃说呢，我现在开始做玩具开箱也要跟大家要钱，我才要给你们看。我有这么大的胆量吗？我的节目有这么高的品质，值得让你们付钱来看吗？不可能嘛！为什么要做这么蠢的事情呢？啊！不要这位兄台，不要用你那超人的智商来想象我这个平凡人的智商，好吧？我跟你是不同世界，我们的脑袋装的东西是不一样的。所以这一集你看我的变形金刚的玩具开箱啊，你不用担心啊，我不会叫你付任何一毛钱啊，这是我跟大家交流的一种方式啊。好，那这个说到交流啊，这个呢是一个大陆的变形金刚同号幺零兄呢所赠送给我的啊。我上次呢说他是要脱坑啊，他后来呢自己给我留言说啊，我讲的不对啊，是的，我讲错了啊。他只是要把一些大型的玩具呢做一些整理，那有一些东西就是暂时把它出清了。那这一款他直接赠送给我啊，再次的做声感谢。那为什么这么久没有拍呢？因为呢非常不好意思呢，我把他的玩具呢给弄坏了啊，不知道是我手残还是怎么样。你可以看到这两个轮胎的位置不太对啊，这个才是对的，这是错的啊。那因为呢这个部件的话呢，我在变形的时候我折的角度是不对，还是说这个玩具稍微有点年代久远，还是怎么样？反正我把它这个地方给折断掉了，那有一块部件呢就碎开，那我粘的时候呢又手残啊，就把它整个给粘死了，它已经没有办法做一个某个角度的转动啊，因此这个轮子的话就是 NG 了啊，各位知道一下就行了啊。那亏我还很喜欢它的这个部件，它这个机器人的话呢，这里有个小米康机器人是非常棒的。那我们先做一个整体的一个展示啊，它的话呢，这是官方一个 Deluxe 等级，它这个以这个尺寸现在完全是超过现在的 Leader 级的非常的多。那身上也有一些透明件，后面的这个推进器的这个部分也是，做的是细节其实没有很多，但是那个时代嘛，毕竟而且是动画片的玩具啊，各位知道一下它的一个风格就如此就行了。那么呢，它的身上呢，除了说这个你看得到的这些透明件啊什么的，它有两个机关，但是呢，也是没有办法给各位做展示了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没有其他 Amanda 系列的玩具，它是有一些 Amanda 系列的玩具呢，它就是把它从头上这个插下去啊，我以为是要触动里面这个红色按键啊，但是呢，我拿了这个去触动，它好像也是发动不了啊。如果你正常触动成功的话呢，它的这个部件是会弹出来的啊，我直接用手动去把它给弹出来，就这个部件，它这是应该要，哎，怎么？突然这么贞洁烈女是哪一张？OK，这个部分是应该要弹出来的。那因为没有那个玩具就触动不了。另外还有一个地方是在这里，一样触动的话是子弹好像会掉下来还是怎么样啊？OK，各位明白就行了，因为这里也是老物，而且是我入坑之前它就已经存在的一个系列。那各位知道就行了。那这个好玩的是这个部件啊，其实它非常赞啊，这个地方转一下把它放下来。这里，它本身是一个可以变成一个小型的机器人啊，那它的一个变形就非常的简单啊，这个键解开，这个部件推下来，OK，推下来，然后呢给它转正到这边放下来啊，这个
这个机器人造型，我觉得很喜欢，两手基本上是两手是不对称的，但是这个头雕啊什么的，我就是觉得很有机器人的感觉啊，头是跟着这个整个这个部件是一块动的啊。那你如果说你要拿这边当正面的话呢，也不是不行，但这个地方就会有一个空洞啊。那它变形就是比较简单的，就是用这个空洞去套这个头，然后呢这里有个凸啊，这里有个凸啊，去扣这个地方把它扣上去。这个是把它变回原形的时候就是这样子摆的，然后转的时候是把它转成这个方向啊，就是这里有个缺口处呢是要跟这个地方相容纳的，这个部件就往后面推啊，这样子就可以准备扣上去了。那我比较倒霉的就是我这一块部件是断在这个地方，所以它基本上就不动了。那这个的话呢，跟各位提一下就行了啊。那碾死的话呢，我就是呀，反正也就是变成这样子了啊。平常就。现在也可以把它放回去，也不会影响到它的变形，基本上是没有什么 miss 的，好吧？那这个的话呢，因为这个特殊的角度，它这个现在连站都会有问题啊，这个非常的心痛啊，不小心把玩具给弄坏了啊。好，那我们来示范一下这一款这个玩具的一个变形啊。首先的话呢，它还有两块部件要拿掉，这里这是一个要拔叉的一个部件啊，胸甲的部分啊，不对，其实不是胸甲，它其实是一面盾牌。是一面盾牌，拔掉，还有中间这里有一个大枪的部分也要拔掉啊。OK，先把这个地方给打开好了。这里有卡扣，这个玩具是比较老物啊，胶是厚，但是年代久了呢，各位也不要说，如果你手上还有这一款，或者是你入了二手啊，或者是说你看完这一集之后，你想要去买啊，你把玩的时候你还是得小心一点啊。这两个就是枪跟盾牌，就把它给拿掉了。再来的话呢，这个部件的话呢，先搬出去好了啊。不要妨碍我们变形。腿部的话呢是要拉长的啊，拉长，两腿都是一样啊。这边把它给做一个拉长的动作，然后这块部件的话呢，这里啊，这里往后推，然后这个部件你看到吗？这里有个缺口，缺口处是往下面折下来啊，这个非常的紧啊，而且它是透明部件啊。我在掰的时候我还是觉得有点心惊胆战的啊，这个这样子推啊，有点恐怖啊，有点恐怖，因为它非常的紧啊，然后透明部件，然后很紧的时候就会让我觉得有点恐怖啊。特别是用那个家伙已经那个尸体端在那边之后啊，我就更觉得恐怖了啊！再来的话呢，我们就进行它的一个上半身啊，上半身变形也是非常简单的，主要是把这个两手臂啊从内部呢给做一个翻折出来。那你记得啊，你在把它推进去的时候呢，是这个地方啊是有一块凸啊，这个就有个凸啊，内侧的话是有个洞啊，记得要把它给对准扣进去，这样就可以了啊。我们就把这个手臂的话呢。你看到这里有个凸跟它的一个结合啊，翻到外侧来，啊，扣进去。手臂的话呢就拉长啊，手臂跟手跟脚都是一样，要做一个拉长的动作的啊。这个往后面推出去，然后手臂给拉长。好，到这，再来的话就直接的把整个这个部件这里往下面给折下来，咔啦咔啦作响，对吧？胸口的给打开，然后这个部件呢也给打开。然后这个头的话可以推上去，这里有一个胸甲这个部分呢，双动关节，把它往上面抬上去之后，再把这个部件给往下压啊，咔的一声啊，听到这个声音的时候，我也是吓一跳啊，各种觉得让我觉得恐怖的，因为这断了一块部件之后就觉得很恐怖了。再来的话呢，我们把这个背部这个部分呢，这里啊都是上下咬合的一个形状，将它给扣起来。啊，本身变形的话呢是比较直觉啊，并没有特别的难度啊。并没有特别难度，OK，好，这样就扣上去了啊。这样一体性的话呢，就会达到一个蛮好的一个状态。然后这个两个翅膀的话呢，我看了一下啊，是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的一个这个，因为它直接的是背到后面而已。然后两侧稍微的就切一个特殊的角度。子弹的话呢，就把它给放进去就行了啊，好像没有其他特别的方法了。那这个脚的话呢，是可以往内外稍微动一点点。我们就让它两腿呢稍微站开一些些，两手臂呢自然的放下。好了，我们的这一款这个 Amanda 的 Jetfire 呢，就算是变形完成了。再来就是这个，我原本一直以为这是一个胸甲，但是呢，提一下啊，这一款 Jetfire 它也是可以跟这个 Artemis Prime 合体的哦，所以呢，跟科博文合体的天火呢，绝对不是真人电影的一个首创啊，是在 Amanda 的时候呢就已经有了啊，或许就是从这个动画片里头得来的一个灵感吧啊，那这个的话就是它的一个这个 Minicon 啊，还是很可惜啊，这个地方居然就断掉了啊，不然的话这个摆在一块还是挺有看头的啊，看一下，
好吧，只能让你请你当跛豪了，稍微瘸了一点点。那本身玩具的尺寸变形成机器人之后，是稍微变得比较矮一点，没有像飞机那么大，稍微高度稍微矮了一些些啊。不过还是个头还是挺高的。那它的一个可动的话呢，也跟各位做个简单的讲解吧啊。啊，对了啊，我在网络上我看这个老外的影片啊，这个他们的这个头部这一带是透明的哦，透明红吧。但是我这一款是这个是比较类似金属红的一个涂装啊，或许是版本不一样。然后手臂的话呢，它是可以平举的，而且它这个平举啊是有齿轮关节的。那前后动，就看了，哎，这个呢我提过很多次啊，这个玩具的话呢，只要是这个肩膀有齿轮关节的话，因为你掰的时候，你最常掰一定是这个位置啦，那玩具会震动，会有一个反馈的力量回来，就觉得这个玩具的质感是很好的。然后这额头肌也是可以转动，手肘也可以有一个90度左右的一个转动。那这个拳头的话呢，拳头的话也是可以转动的。两手的武器可以互换，没有问题。这里有个是装上一个盾牌了啊，腰身的话就没有办法动了。各位可以看得出来啊，它这是两片部件形成一个背部，然后整个是这样子包覆过来，所以这个腰身就无法动了。脚的话呢，就稍微有点尴尬啊。它的这个脚的话往前后动其实是没有的啊，只有膝盖能够动了啊。然后脚踝的话就是左右。稍微动一些些，幅度都不是很大啊。但是这个老版的这种玩具的话呢，讲究的呢也不是这种高可动度了。那武器的话呢，这是一个像是扩音喇叭一样的一个造型啊。Anyway，这个我调整一下，OK 吧？那对我来说的话呢，玩具的乐趣度呢，当然是有啊。掰起来的时候这种手感，就是齿轮关节啊这些的，非常的不赖。那更重要的呢，这是一个朋友赠送的一个纪念物啊。那就刚好呢，过完这个生日呢，就把它拿来作为我第一个这个拍摄的一个玩具。那就谢谢幺零兄的这一款值得纪念的 Amanda 系列的 Jetfire。那今天就跟各位进行到这边，哎，非常谢谢各位的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，站稳啊！